这就是你说的通天传送门，他把马桶王给传送回来了。兄弟，愣什么呢？快撤！兄弟，兄弟，快醒醒！电视人大哥，快点给我跑！我怎么又被抓了？罗武想起来了，这帮马桶人怎么都戴墨镜了？兄弟，兄弟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害怕我们电视人了，你可要小心点。他们要干什么？要对我做洗脑工作吗？兄弟，找机会逃出去！滚开！一会儿会有我们的人戴上眼镜，怎么这么难看啊？这帮马桶人！兄弟，兄弟，你要保护好自己啊！好的。我们现在的电视催眠对他们已经不起作用了。什么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尽量加大频率拦住他们，你想办法逃出去。哎，好了，暂时有效果了。可是走哪儿出去啊？我不知道路啊。兄弟，别墨迹了，快去找。好的。我快撑不住了，兄弟，这个天使马桶人快要覆盖我的频率了，快点走。什么情况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电视人，该死了，这个天使马桶人吃了电视人。完了，说好的增援部队呢？怎么还不来啊？我快撑不住了，我一定不能被洗脑啊！滚开，我可不要做马桶人，你离我远点。他的声音简直太头痛了。那是谁？他来救我了，九头监控人啊，看起来很厉害啊，直接都会发火球啊，我要离他近一点。太棒了，兄弟，干掉那个天使马桶人。兄弟，兄弟，躲好了。监控人大哥，你来了，你来了我就放心多了，快干掉他们。哎，这帮孙子的眼镜怎么都摘了？大晚上戴眼镜其实看不清楚的，我们的电视人对他们不起作用了，所以他们不用戴眼镜了。马桶人戴墨镜装酷吧？这是兄弟，他们戴的可不是普通的墨镜，那是博士专门研制的绿光镜。绿光镜，兄弟，兄弟，你的血不多了，躲在我后面。九头监控人能打败天使马桶人吗？不确定啊，兄弟，我们先看看吧。不好，九头监控人被天使马桶人干掉了。兄弟，兄弟，快撤，快撤，我们先跑。如果我们的泰坦音响人回来的话，你完了。兄弟，兄弟，别那么激动吧，我们有的是机会。你好，电视人啊，那边有马桶人，监控人大哥，你看那边有马桶人的方队。兄弟，兄弟，我们已经看到了，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阻止他们。先去大厦。阻止他们什么？电视人让我们先去大厦，你到底有什么计划？兄弟，你跟我来，那个方队交给电视人了，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点计划啊？我完全不知情啊，这帮马桶人不用消灭他吗？电视人会先帮我们顶住的。什么？电视人挂了。不好，兄弟，我们先撤，先进大厦。大哥，现在我们的人都这么弱了吗？什么情况？不是啊，兄弟，这个你可能还不知道吧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在我们的原世界，博士派人抢走了我们的 ND 滤镜。什么 ND 滤镜啊？他们来了。兄弟，先小点声，等他们过去了再说。好的。 OK 了，兄弟，我们先上楼。这儿的马桶人都怎么了？这是我们抓捕的各种类型的马桶人。我们抓马桶人干什么？就像博士他们抓我们一样，研究他们的弱点呀。那么电视人也是这样诞生的吗？是的呀，兄弟，研究发现这帮马桶人特别喜欢看电视，他会被电视里面的某种光线或光波所吸引，然后沉溺其中无法自拔，于是我们就可以催眠他。你刚才说的 ND 滤镜是什么？兄弟，我们先上楼，上楼说。 ND 滤镜其实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人而研发的。我知道了，就戴在你们镜头前面那个吗？是的呀，兄弟，可是他们抢走了 ND 滤镜，做出了墨镜。这儿怎么有个传送门啊？兄弟，他们想把马桶王传送回来，我们去阻止他。那我们快去吧。那是谁？这是原生马桶人。什么原生马桶人？他怎么没马桶了？兄弟，你快跑，我拦住他。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马桶人阵营一登场每回都有惊喜啊？这又是个什么怪物啊？这家伙已经可以脱离马桶自主生存了，应该不好对付吧？我还是先躲一躲吧。我去，这家伙脸那么大，怎么钻下来的呀？真是太离谱了，赶紧溜啊！原生马桶人居然都不用马桶了，这估计冲水对他也没有作用吧？他们的博士也太厉害了，怎么总能研发出来这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？不对，这家伙在向我吐口水吗？就像羊驼一样。哇，这口气好重啊！溜了溜了，不愧是吃米田共的，臭死个人了。看来他的杀伤力不大，我得想办法去找到电视人或者监控人大哥。我跳着走，他应该追不上吧，他的速度不是那么快啊。兄弟，谁在叫我？好像是监控人大哥。兄弟，把他引过来，我来消灭他。监控人大哥，干掉他。Nice， 一枪搞定了。你拿的什么武器啊，这么厉害？兄弟，也就是普通武器啊，因为他没有马桶，所以他的防御力低一些。那博士造这个原生马桶有什么用啊？他就是太臭了，我们去那边吧，这儿臭死了。我这是到哪儿了？不会吧，我掉陷阱里了。监控人大哥，我这是到哪儿了？兄弟，你被位移方块传送到了我们的直升机上。什么？我在直升机上？
下面的广场他们在干什么？兄弟，后舱有箱子，里面有枪，干掉他们。他们这是在干嘛呀？非法集会啊！哇，好多枪啊，来福枪啊，射程远，精度高，打他们再好不过了啊！这帮孙子在干嘛？呜、哦、呜，果然在飞机上啊！刚才螺旋桨差点没把我打下去啊！让我去机头啊，这儿的视野比较好。啊，好的，干得漂亮，吃我一枪！监控人大哥，他们这是在干嘛呀？站得整整齐齐的，兄弟，你阻止他们就是了，别让他们开启世界传送门。什么？开传送门？我在我的世界中从来没有听说过，这儿也没看到有什么传送门啊。OK 了，监控人大哥，我把他们打断了。哎，他们这个方队那块怎么少了一队啊？什么情况啊？真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。哎，那儿怎么来了一个马桶人？兄弟，快阻止他！什么呀？啊，兄弟，快开枪！快开枪呀！快点阻止他！这是信标吗？完了！开枪！来不及了！臭马桶，吃我一枪！哎，来不及了！搞定了！这就是你说的通天传送门！他把马桶王给传送回来了！兄弟，愣什么呢？快撤！往哪撤啊？我在高空啊！这飞机能不能开啊？哎呀，还好我会徒手接火球啊，要不然我就挂掉了。怎么会有两个马桶王啊？落地水，一个马桶王已经够难对付了，怎么来了两个？监控人大哥，你在直升机上先撑一会儿啊，我先坐车，先躲躲。天使马桶人怎么也追上来了？这家伙是不是不会戴墨镜啊？怎么感觉他把墨镜装到马桶上了？你个笨蛋，墨镜是戴在脸上的，傻的！快！这车速度怎么这么慢啊？他就要追上了，再快点行不行？快！我请求支援，有没有支援啊？快点来救我！加速啊！刚才的枪怎么用完了？泰坦电视人，太好了，总部派泰坦电视人来救我了。你个臭马桶！泰坦电视人，消灭他！他的眼镜没戴好。你不用怕他，你一定会催眠销毁他的。哇，红光！天使马桶人开始向泰坦电视人发射火球了。泰坦电视人，你一定要撑住啊！他的眼镜没戴好，形同虚设的，坚持住！哦，声音上已经压制他了，他快坚持不住了，再加把力呀！泰坦电视人接过了蓝光频率，哇，太棒了，摧毁他了！哦 ，nice， 你干得漂亮啊，泰坦！泰坦音响人来了，上次你是不是没打过泰坦音响人？这次你能不能行啊？算了，我还是先溜了吧，我可是主角啊，我不能落到他们手里呀、啊，我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啊！泰坦电视人，你要撑住啊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个路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啊？我怎么又回来了？绕了一圈啊！前面那个天桥不是有马桶人吗？不会吧？现在应该没有马桶人了吧？别搞得我自投罗网，就搞笑了啊！没有马桶人啊！有马桶人，什么时候出现的？尴尬了，我没有武器呀、啊！看来我得想办法了。哎，这儿有个大屏幕，我要弃局保帅了。开启自毁模式，撞掉他们，送你们一辆跑车！哈哈。啊，干得漂亮，就剩这一个了，我才不怕你呢。马桶小人，叫你们看看这是什么，这是一块超级屏幕，意味着什么你知道吗？这个城市里面所有的线路都已经被我们控制了，只要我打开这个开关。